主料，面粉300克，辅料，油100毫升，盐，鸡蛋2个，香蕉5个，牛奶150毫升，红糖150克，泡打粉15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油加红糖和匀，分别加入鸡蛋和匀，加入牛奶和匀，加入切成块的香蕉，用打蛋器打匀，加入面粉及泡打粉，倒入铺好油布的烤盘中，180度烤30分钟左右即可，稍凉后切块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糖量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，如果不想用打蛋器，就把香蕉弄碎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